哎，一会儿，一块去喝一杯吧。啊，不喝了，我今天太累了。哦，那个，默默他今天，我先走了。我是王贺，明天见个面，有事儿说。关于于天福，王贺，仁德医院病历。你叫思乔对吗？你谁啊？我叫李长海。我女儿被仁德医院给治死了。李先生，该医院是否对您做出相应的赔偿？没有。对您做出任何解释了吗？也没有。于总出来了！于总出来了！于总出来了！于总，李先生，仁德医院什么时候能给李长海一个合理的解释？李先生，于总，关于恶性肿瘤治疗不当，您对此怎么解释？李先生，仁德医院什么时候能给李长海先生一个交代啊？没证据，但是从仁德医院附近所有的垃圾堆里找到了他们匆匆忙忙处理的病历。那你找我干什么？他儿子跟你是同事，对吧？嗯。